男人这四个地方越大呢，女人就越喜欢，特别是最后一个。这说起来吧，还是有点小害羞哈。我都这么大的牺牲了，希望你们都给我点个小红心支持一下。那么第一个呢，就是身材高大的男人，那些身材魁梧的男人呢，会给人一种被保护的感觉。那第二点呢，就是肚量大了，肚量大的男人呢，他能够包容女人的小脾气呀、小任性啊，不会跟女人呢去斤斤计较。这样的男人呢，不管是在婚姻当中还是生活当中，都是特别的吃香，人缘呢也是特别的好。那第三个就是事业心了，每个男人都有不同的能力，但是事业心非常大的男人呢，就更加值得依赖了。这种男人呢，有理想，有抱负，有梦想，也有自己的人生规划。你跟这样的男人过日子的女人啊，真的是特别的幸福。那么第四个呢，就是体香味了啊，男人身上香香的，甜甜的，就会让女人啊越来越离不开你了，甚至呢还会对你越来越上头。但是啊，很多男人呢，不是有汗味啊，就是有烟味啊，要么呢就是一股子酒，要么呢就是酒味啊。所以说啊，身上香香的男人是很少了，在女人的眼里呢，这种男人就特别的珍贵了。如果说你想让自己变得很清爽还自带体香，那么我建议你呢，一定要入手这一款男士的古龙香水皂。这可是一款比香水还要香的香水皂，洗完澡之后呢，整个房间里那都是香香的，不仅泡沫丰富，重点是啊，它太香了。因为当你用完它洗澡之后啊，你全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是那种迷人的味道，第二天你整天出汗也是香香的，女人不沦陷才怪呢。视频左下角赶紧去抢吧。